观众朋友最喜欢的单元空耳胡不啦。首先我们介绍我们的一王一后，这个温兆伦、郑嘉瑜，欢迎他们。谢谢 ，Thank you， 欢迎两位。好，两位好，两位好。温兆伦曾经被我们整过，郑嘉瑜没有被人家整过，没有被人家打过电话啊？没有。太好玩了，太刺激了。是。好，来，我爱你的就温兆伦先生先来了。温兆伦先生，谢谢。因为温兆伦今天这个身体不是很好，讲讲我爱你可能会他身体马上又康复，马上翻电话来。哎呦，好清脆的声音啊！来，好香好浓的味道。Okay.这个是这是谁 ？Charles Brown， 巧克力，就是那个黑人的会讲国语的哦，就是巧克力啊，对呀、啊，就是他啦，查理马克，对，尝一下，来，要先播什么？直播，直接播了，开玩笑， okay. 你对他说我爱你、哦、以前叫这个查理马克，现在改名叫巧克力，你老外是。讲 I love you 比较容易。Hello, chocolate. Hello, Charles. Yeah. Yeah, this is Derek speaking. Oh my God! I cannot believe this. You just like left me, never called me, and all of a sudden, some lady comes and says, "Oh, tell me what's up." 我只想跟你讲，我埋藏在心里面很久的了。I love you, Charles. 好 you call me 我爱你呀、啊、You call me just to say that 你爱不爱我你疯了 Charles 我爱你 Charles 是不是有鬼来看在看你是不是有鬼找你喂喂 Derek 是不是有鬼来找你没有其实呢我说完我爱你之后呢我就想跟你说我现在呢真是很缺钱Oh my God! Trishan,、yeah. you lose your money? No, I don't lose any money. I have no money. Oh my God! 我想问你借五十万。十万。不是十万，是五十万。Oh my God! 五十万。对。五十万台币。五十万。对，你可不可以？我的钱不够了 for 五十万，因为你知道，你走了的时候，我去美国。对，因为我妈妈她生病了。所以我买到全部我的东西，我付了七万美金。我问问看，因为我在台北一点钱都没有。哎 ，Charles， 那现在就是这样子了。那你确定可以借给我就是了，对吗？我不太清楚，我先问我妈妈。我现在你的电话是几号？现在如果我打。因为我的电话不是在另外的 office 其实我在街头一个公共电话亭里面 OK 你有没有带你的大哥大没有了我都卖掉了 Oh shit 因为刚才我连坐计程车的钱都没有所以我就跟路边一个人说那我就3000块让给他 Oh dear 所以我现在都不晓得怎么办 Derek shit哇你真的发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给我 call me back in 10 minutes 哎 Charles 你现在住的那个是永和嘛对因为我计程车费都没得付我可不可以待会儿就去你家那边当然可以对 我计程车司机就在我旁边 OK 好我先等你、你等一下没有他扯着我跟我朋友有钱的你等一下你哎Charles、哎，你帮我跟那个司机说一下吧，好不好？ Okay, 好。哎，喂，什么事情啊？他坐车子不给钱呢、啊，干什么嘞？没有，喂，他忘记了带皮包。我跟你讲，你是谁嘛？我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叫什么？我一定是明星，对不对？对。你是什么明星啊？明星不重要。你叫什么名字嘛？我听听看。如果说我知道你是谁的话，我就相信他、啊。没有，我是巧克力。巧克力。我还牛奶糖的巧克力，对啊，对你是啊，对你是什么巧克力啊？对，你是奶油巧克力还是什么？啊，这是普通的巧克力，你可不可以带他去永和？永和是什么啊？对，你的国语很差，你是外国人是不是？好，我再讲一次，你过了中间桥的时候，过了中间桥大概第三个红绿灯。一个街叫中心街哦你是巧克力是不是对哦我好像有看过呢你是不是那个舞跳得很棒没有跳得普通我先给你地址好不好我不是哦我妈妈很喜欢你呢
真的。你看我妈妈，我是混血，你知道吗？啊、uh-huh、我是混血的。对，我也是。你也是混血呀、啊？对，可是我先给你低着好不好？不是，那不重要哦。你是巧克力对不对？对。你最近有出唱片嘛？哈、哦。对。是不是？就是对。出那个一直在跳舞嘛，对不对？对。哦，对，我好喜欢你哦。你是混哪里的？我。对呀、啊。我对，可是我现在跟你不是，你是哪里混？我想很想知道哦，我好喜欢你、啊。不是，那个问到人的钱不要了啦。不要，我跟你聊一下就好了啦。没有，不要，因为我真的不要，没关系、啊。巧克力，我好喜欢你呢。没有，因为他的钱包掉了，所以我想帮忙。啊，你不是啦，我想知道你混哪里啦。我哎，我是法国混血。法国跟美国混血啊？对。哈，我是混台北的、啊。我真的。对，我跟你讲，我现在告诉你地址，我很怕你会迷路。不是，他那个钱我不要啦。对，可是他怎么样？啊？我对，可是如果不要，我可不可以跟他讲？啊，他跑了！哎，温兆伦，温兆伦先生，温兆伦，哎，那个朋友怎么跑掉了？我跟你讲，如果他没有付钱的话呢，我可以给你，没有关系。不是，没，我说没有关系，不要了。但是我看你很好啊。对。哦，你那个唱片叫什么？什么？不加短裤是不是？叫文东，不加短裤。文东。加大口，怎么唱？你唱一遍给我听好不好？文东唔加大口，叽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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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唱歌？我不知道是。我现在朋友发现问题，我觉得好紧张。对，没有问题的啦。他走了就算了啦。对，真的。他走了的，我很怕，我不要他的名字丢脸。你知道，我不要永远都说他是。你知道付不到钱是这样的，或许你可以留地址，我也可以寄给你。哦，没关系的。你看脸好像啊？你看脸好像。哎。喂。哎，你巧克力先生。嘿。我朋友说，听到我说你在跟你讲话，说巧克力，他很熟啊。好。这巧克力啊。他中奖，又中奖了啊。巧克力啊！喂，你好啦。你好。哎，我也是他开计程车司机的朋友啦。哦，这样子。哎，你好，哎，你舞跳很棒的哟、哦。哎，过奖过奖。哎，你怎么跟我朋友认识啊？我本来不跟他认识。你们不认识啊？对，都是。你们怎么聊那么久？没有，本来我好朋友文兆伦打电话给我，后来他跟我讲话，现在你跟我讲话。哎，没有关系，哎，我爸爸很喜欢你哎。这样子。对呀、啊。我。跟你妈妈跟爸爸帮我问好，没有，我爸爸喜欢你，我妈妈不喜欢你啊。哦，这样子。没了。哇，好奇怪，听起来都是妈妈喜欢我，爸爸不喜欢我。我也觉得奇怪嘞。哎，连我女朋友都好喜欢你呢。这样子。真的啊。啊，刚好带我女朋友出来看电影，然后碰到我朋友在跟你聊天，好高兴。哎，我女朋友跟你讲话好不好？好。哎，等一下哈。好。喂。喂，你好。你好。什么称呼？佳佳，佳佳你好，你好。哇，为什么我都打就一个人打电话给我，我现在跟一堆人都说话，吓我一跳。我你也是文道路，现在有人打电话给我。对，我跟你讲，我先试试看联络文道路啊，因为喂，佳佳。文道伦他在我旁边。这样子。对。哎呦，我先跟他讲。Hello， 巧克力。喂。Hello， 巧克力。Yes。巧克力啊。Derek。Charles。哎。喂 ，Hello， 我插播，等一下。哦。等一下。OK。喂。我非常对不起他。第一次在节目里面电话里面有插播的，讲插播，很少笑这么开心的。喂。哎 ，Charles。Derek， are you okay？I'm fine. 你是不是有开玩笑？让我好紧张。哎，我想，就是刚才我去了一个当铺那边，因为我连身上的手表都当了。对，但是我那个手表，他说不值钱，只给我50块。我说我买回来的时候是850的啦。他说你250，我给你50已经很不错了。这样子。对，所以好，你要我好，你还哎，我这样子，你还那个我吗？好，我帮你付。可是我现在打电话给我妈妈好不好？你不要打给你妈的啦。啊、我爸爸生病，你借我50万。Charles， 你跟谁说话？我还是司机。啊、Charles， 哎，巧克力。查克力，我先跟谁说话？我们有4个人在讲，跟你讲话。4个人，查克力，
Chocolate. Yo, what's up? Charles. Charles. Yes. Charles. Derek, is this you, Derek? Charles. Derek. Yes, I'm here. Okay, let me call my mother, okay? No,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Don't. I mean, 就是没有关系，因为我还剩下来蛮多的古典的东西，我可以买到。没有了，我快要哭出来了，Charles。现在我们是。哪个我都说不出来了 ，Charles、uh-huh? 我们是台湾红布朗，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来过？有，我太来过了。我是徐乃麟啊。Oh my god！ 哦哦哦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chocolate，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Oh、my god, 你花了$70,000？ Oh my god！ 对不起啊 ，Charles，、oh、my god, 我欠你一辈子啊。Oh my god! I'm so sorry. It happened to me. Oh my god! Never, never, ever in my life again. I can't believe it. 你知道我刚刚洗澡，你跟我家，我开始穿衣服，准备打电话给我妈妈，还准备去McDonald's等你的，给司机钱的帮你。你 can't believe 你让我流汗，很紧张。你让我流汗，很紧张。到了，那你怎么流汗很紧张？我也很担心呐、啊。不都认为我的司机会打他？哦哟 ，come on， 你跟这么多人聊天都不觉得奇怪啊？我、well, 因为我不懂台湾的，我常常有这个样子电话，永远的我打电话给朋友，还有他跟他们妈妈、阿妈。他们的兔狗全部也都跟他们说话，所以我在台湾很习惯。在台湾我每一次都这样，对，是真的。所以我他让我跟司机说话，我说哇，他真的发现有问题，我认为他们会打他。哦，让我好紧张。问题是你遇到温州人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你还跟司机唱歌？运动不加短，你要死了你啊！你不知道现在情况很危急啊！没有，因为我都觉得如果我让他们高兴一点，他们不会打他。所以我都哎呀，好丢脸，太好了！叫 sorry 让你受 sorry 让你这么紧张。哇！我跟你讲，透过这一次呢，那我真的是欠你一辈子，而且呢，我要很真心的跟你讲。I love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算了。好，我们跟这个巧克力聊了很多了，哎，我们谢谢巧克力，谢谢，谢谢 Charles， 拜拜 ，Charles。Sorry， 拜拜。任务相当成功，是是是是，又借到钱，又讲到我爱你了，哎，真的是非常非常。其实没有什么了，我有时候其实来开开玩笑，真的不伤大雅。而且这个友情更深一层啊。是，对对对，看看他对我真的。马上打给他妈妈。那病不要马上看，钱借我用一下，这样真是不容易，非常真心的一个朋友。好。